Right Here， 예요 끝났습니다 와우 917 日前推出新歌加精选， 5月12结束最后一个打歌节目后， 活动期宣告结束。 但接下来连着2周周末， 他们将首次前进日本2大竞技场开唱， 令粉丝们十分期待。 除了荧幕上的宣传， Seventeen 今日也开始线下签售活动，然而成员静汉的一句话却让克拉们暴动了。我海洋娜美乐队的新歌队里玩的你，不露我就不去了，为什么？我承诺我不去了。我不要你们！你们所说那种话，我要罚你们。另一方面，有粉丝请队长 S Coops 玩人物问答，没想到他暌违一年，竟然又答错这个人。<笑> 송이